郭富城，大国文化唱片有限公司。郭富城，郭富城武林盛宴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，2011-13，大国文化唱片有限公司。阿水颁发咗今晚最后一个奖，就是全年最高销量本地男歌手，能够攞到呢个奖咧，证明呢个男歌手咧嘅销量一定高啦，同埋受欢迎啦。冇错啊，首先咧要请我哋颁奖嘉宾出嚟先，就系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主席吴宇先生。即系颁奖嘉宾都有心，因为我颁奖嘉宾本身咧都系销量高同埋受欢迎嘅。好，陈友清，吴大哥 ，IT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2014，全年最高销量本地男歌手，呼之欲出啦。郭富城，有请吴大哥为我哋颁奖先。多谢吴大哥。其实我差不多有8年以上系冇企喺舞台上面去攞所有嘅音乐奖项，趁住今次嘅机会攞嘅奖去多谢一直落嚟，真系由我出道到而家默默去支持我嘅所有我亲爱嘅粉丝们。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因为。攞呢個獎不是我自己一個功勞，首先要多謝我的唱片公司大國文化唱片公司，我經理人公司小美 的所有工作人員。做這一張 DVD 的時間裏面，其實是花了1年的時間去剪輯的，在我音樂事業上面一直下來協助過我、幫助過我的所有的朋友，我要多謝他們。多謝，恭喜曬。這個時候都請吳宇大哥將較早前 Aaron 得到的10大銷量本地歌手和最暢銷本地現場錄製音像出品的獎項頒給 Aaron。多謝，多謝。馬上請你為我們演繹你的歌曲，都唔該曬吳宇大哥 ，Thank you。交俾郭富城。
南陆盛况舞步，幻想是一份态度，幻想是一份鼓舞，幻想以歌会舞，凌空以歌会舞。再次恭喜晒获得全年本地销量最高男歌手的 Aaron 郭富城，亦都因为有你的支持购买我们的香港唱片，才会有这么蓬勃的乐坛，希望你们继续买多些唱片支持我们的香港乐坛。没错，在这里也要正式宣布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2014颁奖典礼正式圆满结束，我们明年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。